这儿，看看见今儿睡过噻。你喊我去，我是个老板子了，我才好意思去说嘛。你让兄弟都问，你别给说一下。喊你干儿啥子不行？我给喊陈建给喊。陈建，你从网上这条路到往家站你半天不开枪吗？昨天晚上你没谈到多活的吗？我还有这样吗？我敢惹了，我惹了你不纯我。你去喊他见今儿睡一个噻，快去。你去嘛？你去不去嘛？姐姐，我马上已经吃水果。来，小林，吃饭干儿。吃的干子直接随便拿去。阿姨，我也来了两天了，然后明天我就回家了。慌啥子慌嘛？多少年的嘛？是我们招待不周嘛，还是啥子的？没有，阿姨，确实这两天也打扰你们了。然后年关了嘛，你们事情也比较多。来，小林，吃橘子。忙啥子嘛？我们都要我耍一顿没事的。哎，是不是陈建惹到你了？待会儿收拾。本来也是跟陈大姐认识这么久了，说顺便过来看看他们，也顺便看看你们。然后我以为是陈建跟我差不多，九四九五的嘛。然后没想到，陈建确实太幼稚了，本来又不成熟，想事情简单，嘴巴子又笨。你放心，我晓得给谁了。不是，阿姨，我94年的，确实比他大一点，思想想法会有一定的差距，聊不到一起去，这个很正常，不怪他。小林，来都来了嘛，还是多耍两天。别说开心快回家去了嘛，肯定要不得噻。人家陈大姐说我也忙，没有陪着你们，过两天还带你出去耍两天。年龄不是问题，你先看一下我人怎么样。还有嘛，就看我们这家人也是不跟你心头想那个是不一样的。既然你说到时候要回去哈，肯定都要耍得高高兴兴回去噻。好嘛，阿姨。